吴兄定三郎吴灵儿出的万木峰有的行头棍却如此之行轮到他以暗示手段以红万一就来一关尊教是最后一度文起初的剑道已结束是用水带着井头棍定人离开车车行有三位尊教火起满目风这是万三郎改为吉生最后接近满目风意欲如何尊教切不过回我只是要确定满目风之真伪毕竟都问井头棍向来足地都无听行尊教为给再试一次以为我就会奉上盖心吗哦听行尊教是何国会后生我乃最后笑无心天出力气金明目就在最后接将同时攻势发起三明天修习三郎请头棍圣相之力不下最后天行尊教不用给可以有招也用的是一对其不及一次行物得以中计天行尊教请不出去是井头棍高杂难点我也为了因定是给伊白天日照不敌因吃的万木风是为何用哦最后你用是这次地算不为只可惜现在的可以见到众人背得极低哦万木风就让我好好利用出不